接下来呢，除了这个呢，如果我们是有妻子的啊，有双人的话呢，大家看一下呢，这是在我们的国内部分，高雄国宾大饭店推出了市井双人房，这样子优惠的价格非常的心动。另外呢，还有包括呢，我们的垦丁福华度假饭店欢乐亲子游，天哪，真的是超诱人的，一个人唔免加一千块吼，还有我们的。就是我们今天的开幕活动，谁粘连到的朵数最多的？二号二十一，然后三号，我们来看看，目前最大最多数的是37朵，看看有没有谁能够再破这个。